呢一年，我充分感受到同學對參與小天使合唱計劃的熱心。即使同學們面對著疫情帶來的種種挑戰，但是你們並未因此而鬆懈，反而更加努力練習。無論上面授課或者是網課，每次你們練習的時候，那種認真學習、投入參與的樣子都歷歷在目。我特別欣賞同學上網課的時候那份專注，有些同學更加會提早準備好歌譜，整理好鏡頭和背景，在等候室等待導師。上網課其實困難重重，因為每位同學都擁有一把獨特的聲音，而合唱訓練就是要將你們每一把獨特的聲音融匯在一起。然而網課難以進行合唱，唯有把合唱曲切割成小段，一段交給你，一段交給他，你們各自練習獨唱。所以你們能夠在鏡頭面前以分段的形式輪流清唱，從而完整地演繹一首歌曲，這一點一啲都不簡單，令我非常之感動。陪伴著你們學習，亦都讓我度過了一段寶貴難忘的快樂時光。你們的歌聲經常在我腦海裡面不斷浮現，相信同學在訓練的過程當中，不單止享受唱歌的樂趣，感受和聲的美麗，還會發現在合唱團裡面的共融、包容、忍耐和用心聆聽的重要性。希望你們能夠從內心深處喜歡音樂，愛上音樂，讓音樂成為你們生命的一部分，好好享受音樂為你帶來的樂趣。